政府留意到市民對口罩供應的關注，已經是多管齊下，我們積極增加整體口罩的供應，包括全球的採購。今天我們已經接觸了10多個國家，一共140多個供應商，爭取訂購更加多的口罩來應對這個疫情。本月至到今日為止，特區政府已經與內地的部門合作，當然包括海關，是促成了接近800萬個的口罩運抵我們香港，是作零售的，就是私人零售的市場用，相信會陸續是應市的推出來。另外正安排中的口罩超過有2400萬個，是亦都是供私人市場的零售市場的，政府亦都是與內地的部門是聯繫緊，盡快是促進他們盡快來香港。更多精彩，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